银龙鱼怎么养？银龙鱼全身银光闪闪，体型修长，游动起来威风凛凛，高贵霸气。近年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。那么，银龙鱼应该怎么饲养呢？银龙鱼是大型鱼，且生长非常迅速。我们在准备鱼缸的时候，尽量准备中大型加盖鱼缸，避免造成银龙鱼身形畸形或跳出鱼缸脱水而亡。银龙鱼对水质要求很高，需要把水自然放置两三天后，自然除去氯气，再把银龙放入。水中可加适量的盐，能够提高银龙鱼的胃口和免疫力。银龙鱼对水温要求较高，建议常年温度控制在23摄氏度至28摄氏度之间。此外，银龙鱼的光照应控制在每天8小时左右，否则银龙鱼的背脊会变得暗淡无光。